在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的时刻之前，美国有几位重要的舆论专家，或是历史学家，或者是《经济学人》杂志，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或者是德国《经济周刊》，和过去他们对 Nancy Pelosi 大概都是相当推崇不一样，他们并不推崇这一次的亚洲行。著名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Thomas Friedman 的谈话，很多人看到了。其次呢，是 Neil Ferguson 这位牛津大学出身的教授，同时也是现在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他用了相当多的外交机密资料，比较了1995年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跟这一次的差别。他同时明白点出了他们拿走了一切，包括晶片，也就是这场台海危机里头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晶片。另外他也谈到了整个如果台海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有多少筹码可以来支持台湾，台湾可以得到国际多大的支持。他做了一个1995年、1996年跟这一次的非常大的一个比较。我们来看 Ferguson 这篇非常深入的文章，我们将之作为一个相关的论述，然后希望观众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家园所面临的政治跟经济处境。台海周边的紧张气氛在过去几天达到1996年以来最紧绷的状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他可能即将卸下众议院议长倒数半年前旋风式访台，虽然不到24小时，却可能永远改变美中台关系。因为他的造访固然凸显了他及美国民意对台湾民主对抗中国威权的支持。众院议长是美国第二顺位总统继承人，美国政府军方依法必须保护他的安全。另一方面，这也是全球两大核武大国不小心即可能爆发毁灭性战争的一趟旅程，是美国同时面对乌克兰战争与俄罗斯对抗捉襟见肘两面作战的头痛时刻。佩洛西在台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但是在美国，许多外交政策精英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在佩洛西抵台前一周，美国著名外交政策期刊如此评论：美众院议长佩洛西的台湾行在华府引发骚动。他的造访固然意义非凡，但恐怕只是戏剧性的象征，而不是具体对台湾提出能提供哪些实质的帮助。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尼尔·佛格森在彭博社撰文，试图拆解佩洛西这趟棘手台湾行的四大谜团，直言他的这项举动很可能会把习近平和中国领导阶层处理台湾问题及美中关系逼到临界点。A rising power and an established power are quite likely to come into conflict.This is one of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that it went through a period of being relatively harmonious and cooperative, the era of what I call Chimerica. But then quite quickly, Chimerica,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ch was mainly economic in its nature,began to crumble and was replaced by something that looked and sounded a lot like a Cold War. 佛格森文中指出，佩洛西的台湾行并不让人意外。早在今年初，日本媒体已经报道他将在结束日本之行后造访台湾。当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曾警告，美方如此高层级的明代访台将被视为恶意挑衅。后来佩洛西因染疫取消台湾行程，但英国金融时报一个月前独家披露他会搭乘行政专机8月飞往台北。哪怕总统拜登已经公开说军方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佩洛西却无所动摇。佛格森点出第一大谜团，为什么五角大厦需要花3个月时间才发现众院议长访台不是一个好主意？佛格森更忧心的是，中国政府因此提早下定决心解决台湾问题。他找出2011年公布的外交秘密档案，
回顾1995到96年台海危机，如何差点把美中卷入战争。In the summer of 1995, China sent a bunch of its troops to the province of Fujian. They then started testing missiles and putting it on TV. They then started running highly publicized combat exercises, very similar to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cross this 130-kilometer wide strait to invade the island of Taiwan. 1995年的夏天是美中局势最兵凶战险的危急时刻。北京当局不满美国给予台湾总统李登辉签证，前往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于是针对台湾进行一系列外交及军事上的报复行动。Another round of Chinese war games near Taiwan has the U.S. and other nations concerned. These are the first three elections of a Chinese leader in 5,000 years. China announced Friday that it would start the new military exercises less than a week before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弗格森指出，佩洛西访台后的台海局势和1995年的情境最为相似。克林顿政府面对北京当局的文攻武吓，决定派遣号称越战以来美国最强亚太战力护卫台湾，包括史无前例。1995年12月，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赴台湾海峡，只为了传递一个讯息：我们美国的军力远胜过你中国，给我向后退，让台湾做他想做的事。一位美国防高级官员事后告诉《华盛顿邮报》，美国通宵达旦地准备了战争计划，双方代表在华盛顿互相威胁。中方代表表示，我们不是韩战时期的中国，当时你们以原子弹逼迫中国从韩战中撤退，但如今我们也有核子武器，我们不接受威胁。弗格森文中点出，当台湾总统李登辉宣称这些都是空包弹时，美国军方注意到这些飞弹都是可以携带核武的导弹。中国代表和美国代表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最后在1996年3月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准战争，外界无从得知。但弗格森教授提到了李登辉，大家都以为他会借此宣布台湾独立，结果他并没有这么做。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对台湾态度越来越强硬，台湾人民多次表示抗中的政治态度，正在强化中国政府提早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这几年解放军对台湾航空识别区的骚扰已成常态。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军机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的频率在去年10月初到达最高峰，当时对岸正在欢度国庆，共军骚扰是为了警告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还透过官媒环球时报警告台湾的分裂主义分子及煽动者，战争是来真的。而美国呢，虽然在台湾的求助下派出了导弹驱逐舰行经台海，但这回的美国牌却彻底失灵。There's new concern at the Pentagon about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With all sorts of new missiles, China could soon be able to deploy a nuclear-tipped missile that U.S. defenses would find much harder to detect. 一份已经公开的秘密文件显示，中国自1995台海危机以来，已连续27年增加军费开支。去年国防预算总额高达2930亿美元，相较于美国过去20年军费开支仅增加约40%。中国大陆的代表曾经警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介入，美国人要关心的是洛杉矶，而不是台北。这一点不只写在公开的秘密文件中，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担忧。My opinion is this problem is much closer to us than most think. We have to take this on with urgency. 弗格森直指佩洛西访台的第二个谜团：为什么当美国还忙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佩洛西却还要冒险在此刻重现96年台海风云？对弗格森而言，唯一的理由是对中国强硬才能帮助民主党赢得其中选举。
可是这样的短视选举考量低估了此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不是当年风雨飘摇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他是正在争取第三任期的习近平。他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有过高度个人崇拜的国家领袖。尤其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确实严峻，相较于1995到1996年，今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出现负增长，人口下滑及过度杠杆化的房地产市场将使中国持续陷入困境。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也让中国面临199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考验。正如历史，战争的发动从来不是来自强大而自信的力量，而是知道时间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害怕权力被削弱的时候。习近平即将参加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每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他也会面对其他人的压力，要求他在美国不断挑战一中原则且因俄乌战争自顾不暇时动用武力解决及实现他们无法以和平实现的目标，统一台湾。弗格森提醒拜登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tep back. China's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is accelerating, and it's blaming the U.S. Beijing has been getting increasingly tough on Taiwan. 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Yes and yes. 这句话连说三次，后面接棒的却是团队成员的澄清与否认。弗格森提醒，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三度公开对台湾提出安全保证。结果反而是台海局势的急剧升温。他希望美国回到战略模糊。How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was the essence of how Kissinger and Chou Enlai dealt with the problem of Taiwan, ushering in half a century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strategic ambiguity. It seems to me one of the worst ideas of the last few years.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o get rid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when Richard Haass first suggested that in 2020, I was quite shocked because it seems to me it's worked pretty well. Why change something that has stood the test of five decades?弗格森分析，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已经在俄乌战争中亮出了底牌，而中国尚未亮出底牌。其次，台湾的自卫能力远不如乌克兰。对西方来说，要向台湾提供武器，也比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要困难得多。一旦中国解放军对台发动战争，或仅仅是封锁海域空域，等于是切断全球三分之一海上交通的关键航道，阻断这世上智慧型手机、笔记型电脑和弹道导弹所需92%的先进半导体晶片的对外输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估计，美中一旦爆发为期一年的战争，美国 GDP 将一口气减少5%到10%，更不要说西方若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成本将远高于对俄罗斯制裁。因为俄罗斯只有能源，它不是世界工厂，也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场台海战役的整体冲击绝对大于乌克兰旷日费时的战争。The lesson of history is, when you're in a Cold War, it's good to recognize that and not be in denial about it. And it's also good to recognize that Cold War is better than World War III.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manage the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manage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o avoid escalation to outright world war. That's the critical lesson, I think, of the first Cold War.弗格森文中的最末，除了警告拜登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正走向冒险冲突的道路，佩洛西旋风式造访带来的可能是如空头支票的保证。他还引用了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说的话：“台湾距离中国只有2英尺，而我们在8000英里之外。如果他们入侵，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弗格森自己的见解呢？正如撰文开头所说，你美国不会有任何半导体，
他们中国政府会把晶片从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全部搜刮走。